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， 欢迎来到我的 My Cry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张小地图哦，是一位观众呢私讯给我的，他说这张小地图呢刚发布，然后呢感觉内容蛮有趣的，所以说呢就推荐给老头这样子。那么各位应该也觉得很非常奇怪，怎么老头会玩 My Cry？哦，其实老头的游戏其实蛮广泛的哦，只要是我有兴趣的，我都会想去接触。所以说哪一天你看到我玩开心农场，看到我哪一天玩那个什么纸娃娃游戏，我或许也会玩吧。哦，哪天你可能会看到老头怎么居然在玩女生的游戏，这也有可能啊。有兴趣嘛，对不对？有兴趣就会摸一下啊。就好比我现在看到这张地图，感觉还让我蛮有兴趣的嘛。他这张地图呢，算是一个一对一的 BOSS 战哦。然后你会看到他这边有分难度，有没有？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像在这里吧。哦，他这边写的难度有没有？简单、普通、困难跟地狱哦。然后以及就是他这边还有什么？教学模式开始跟武器重置，我不知道武器重置是什么意思。然后对什么音量测试哦。我靠，大声点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吵？好吧，哦，也比较好一点了。哦，这比较好一点了。我们进入教学模式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那说本地图建议使用第三人称视角。好的，第三人称视角是吧？然后什么？右键，他这边写什么？右键连点三次会使用最强力，第三次攻击会较为强力，有三连斩。三连斩。哦，有没有很酷？有没有？麦块都已经进化到可以这样子改啦、啊，有没有超屌的？怎么掉下去了？然后再是什么？蹲下并用右键迅雷斩。哦，有迅雷斩可以哦。再是什么？蹲下并重复用以副手点击右键，然后滞空斩是在空中以副手点击右键，这样子哦。龙卷，龙卷，我好像可以二段跳哎、欸，怎么跳不起来？再一次，跳，哎呦上来了！再來什么？粉碎重击，在空中以主手点击右键，冲向地面攻击周围的敌人，使此技能不会受到衰弱伤害。这样子，哎呦哎、欸，噌，这个动作好快啊！好，大家就这样子。哦，已结束了测试。哎呦喂、欸，哇，帅气耶！那砍出来还有伤害值，11、35、22，哇，超屌！哇，这个粉碎重击劈下32滴。那我们换副手，龙卷可以把他们卷起来，而且我看那个巴哈那贴那个贴文啊，他那个贴文上面有教那个连续技的教学，龙卷卷起来之后再滞空斩，再配粉碎重击，这个需要一点点小技巧。首先呢，你的龙卷跟你的滞空斩呢，都是装在副手的时候才可以使用的，那粉碎重击是主手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时候。滞空斩使用出来的那一瞬间呢，你要赶快切成主手，用粉碎重击。那我们来试试看。哦，有没有？哎呦呀，感觉自己就像是《神剑闯江湖》里面的北村剑心。九头龙闪，九头龙闪。好、啊，乱讲的，好，不要理我，好，可以走了。哦耶，打完了。OK， 那我们接下来实战啊，准备要实战了。新手教学已结束，我们开始准备实战了哈！来，直接就是啊，现学现卖。来，我们打个普通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打看看是怎样的，血量20。哦，这边是直接讲难度为什么？血量40，哦，他直接给40、20。到补血道具关闭。哇，地狱级模式。第一集模式直接给你6格血哦，我们普通就好了，我们还不熟悉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开始游戏。哦，哇，看来你正被命名规则限制操纵者攻杀。我一开始都这样子，哇，攻击，哇，
哇哇哇哇，怎么这样子？哇，超吃技巧哎、欸！啊，我死了！让我适应一下好吗？可不可以让我适应一下？呜、哦！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动了？啊，那波半是不是？哎呦呀，波半太惨！哇，变好慢，变好慢！有没有补血？有没有补血？补个血啊！不是有补血道具吗？我看到补血道具，我看到补血道具了。哎呀，补一下，补一下 ！Oh my god！ 啊，有魔法阵，魔法阵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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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会死，会死，会死 ！Oh my god！ 有补血，有补血！啊，吃满，吃满的，耶、yeah ！定时给补血就是爽，哈哈哈哈！哇，招式好帅啊！哎、欸，这个你可以在这么多攻击的范围之下哦，还可以使出连续技，我觉得这觉得已经是不简单的一个程度了呢。我快死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临危不乱，好啦，没有刚刚其实乱了，再一次。哎、欸，伤害其实挺高的。哎、欸，不过这样子的话，其实慢慢摸就摸得出来了。他招式其实并不多啊，就是大概就是那样的一个招式啊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声音了？嘿嘿嘿，哇，直接进入 bug 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连那个刀的声音都没了、欸。哇，要开始演默剧了是不是？很好哦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把这砍死哦。对哦，演默剧了吗？看来真的是演默剧。哎、欸，补血补血，咻，我炸，冲过去补血。来来来，哦呦哦呦哦呦，嫩。哇，那普通这样子打的话，大概至少也要十分钟左右啊。真的，要普通打至少要十分钟。啊，如果是困难那怎么办？那我不敢挑战疯狂了。疯狂只有三格，打赢也没有奖励吧？如果有奖励，我考虑一下啊，好不好？那个 BGM 直接宕机了，我的右键没有任何的声音。噔噔噔噔噔。哎，真的好安静哦。啊，死了。我们就一直用跳起来攻击这招算了啦，不要什么连续技了，哇，太危险了，这样子应该就赢得了了。砰！哇，伤害打好高哦，一次砍五十级，从头到尾这样摸，哇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如果这个普通打赢给个奖励，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欸，不要说连奖励都不给啊，是不是？给个奖励本。哇，那什么东西？哇，我被他吸住！哇，新技能！哇吼！死给！哎呦喂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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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摊了一下！哇，居然会这一招啊！吸取技能，哎、欸，攻击速度变快了，有变快哦，快死就这样子！迅雷斩！哎、欸，直接冲过去吃补血有没有？训练者拿来攻击兼补血用的，有没有帅？以及逃跑用的，超屌位移技！哇，你要干嘛？呜呼！哈哈哈！来接一下技能。哎呀，我要赢了，我要赢了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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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点，差点，差点！破下雨！干什么东西？干什么东西？没看过九头龙闪吗？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哎呦呀，差点九头龙闪去了。下去，下去。哇塞！哎呀，哎呀，失败！哎呀，结束了，3分51秒结束掉。耶、yeah ！就这样子，然后没有任何奖励嘛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第二把，
哇，不朽之刃呢？哎，那我可以一边副手，一边哎不行哦。可是是一样的啊，有差吗？朴素之刀跟不朽之刃差在哪里？哎，怎么两把都是朴素之刀啊？我还不朽之刃怎么不见了？变成双刀了？哎，这是 bug 是不是啊？哎、欸、啊！我不朽之刀那也没去啊，切换一下就变了。哦，这样还蛮帅的，我觉得。嗯，怎么刀变了？刚刚各位应该没有看错吧？我刚刚那把明明就叫做不朽之刃，切换到副手就变成朴素之刀。哎、欸，不朽之刀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当然呢。我难过，我难过，考个困难好不好？伤害上有差吗？14，14，这个就不会给补血了、欸。哎、欸，这把伤害比较高、欸，哎，是我错觉吗？完了，这不会给补血了。是呀，好吧，算了，好吧，我觉得今天差不多先算到这里啦，我懒得去挑战困难跟疯狂了。好不好？这个留给时间多的人，以及有心想挑战的人。那这个作者也蛮厉害的，可以做这个样子哦，我真的觉得蛮屌的。那也希望呢，这个作者之后多多更新啊，出一些击败魔物之不是击败敌人之后，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好一点的奖励道具，可以更上一层楼这样子，我觉得会更好玩啊。那这位大大辛苦了啊，做这个地图给我们玩，好不好？那也希望呢啊，尽早更新啊，让我可以再体验一些更新的内容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，如果喜欢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学会，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啊，有机会麦块再见面啦，拜拜。